先生，你的身体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我有我非做不可的事，你也有你非承担不可的责任，所以不是全部理由，但至少是你活下去的其中一个理由，这对于我而言便够。我的责任我自会承担，你要完成的事我也会替你完成。若什么都要你做了，那还要我来干嘛？你就在此安然无恙便好了。荒谬！既然天外天的洛石已经被你掌控，那我便回灵界了。会放手，岂有此理！我做什么为何要征得你的同意？我会心疼。我会心疼你。那些危险的事就交由我来做吧。行止，我并非任人把玩的雀鸟，不能囚在牢笼里。这样说行止，你的身体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左右你都生气，这么做至少让我安心一点。在这儿好好休息吧，我的错我自会承担，你我要留下，三界我也要护住。真是个混账的。